你这小点希腊的别能乱扔。小丽，小丽，泡面快拿来！我知道用不上了，哼，他作业没写好，老师吵他了。对，你才没写作业嘞，我写好了，只是忘了拿了。我看你这么没写，再没写，俺俩一块写了不？哼，你不用在那给他狡辩啊！哼，你俩要不信的话，给我一块上俺家去拿呀！去就去！你管不小丽嘞，你俩写好没？老师不接纳俺俩嘞，就是嘞，走。看给没都没写，关你啥事？哎，咱俩靠我一走。干嘛呢？我帮你装箱子。哎，咱俩能靠我的吗？天还冷吗？一块儿回这垃圾，我烧了它。啊，等等，这你也烧了吧？咦，我烧垃圾嘞，咋能烧了东东哎？就是嘞。咦？放哪来？这出租里边咋没有哎？小丽，别急，再好好找找。哎，小丽，这个是不是？不是这个。真没有，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放哪去了？我记得我就放中间这个出租里边了，咋没有嘞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要不再上其他屋找找一个？那管吧，走。今天我上学的时候忘了带作业了，老师都吵我了。你见我的作业吗？对啊，姨，我收拾东西了，我没见你的作业。大娘，小丽没写作业，老师都吵她了。那你咋不写作业？妈，你别叮咚咚的，我都写了。对，姨，还让俺俩一块写来了。那你写了咱们再找找啊，拿过来叫俺俩看看。你写了你再找找呀。哎，这点这个点这个。小丽，这咱你熟悉。啊，你拿来，小丽。妈，这我的作业你咋给我烧了？你的作业？那你咋搬垃圾堆来了？肯定没写好了呢。就是嘞，小丽，你没写好就是没写好呗。我写好了，妈，我一本子都写满了，你都给我烧了。咦，这就是小丽作业。嗯，那烧了都烧了吧，那咋弄？那你再写一遍吧。乖，赶紧写一把，小丽，要不然哈老师又该吵你了。妈，这啥时候能写好呀？小丽，我不是有个了，陪老师写。好了，以后再写点作业，可别不扔了，放好。嘿，那跟没写一样。就是的，这咋出去玩呀？走。你俩的作业写没？没有。你们又没写，没高兴。